倭瓜，年龄弄的是。黑的糖哈。啊，黑的糖，用在这叔叔一连，俺那隔黑，那我一连那俩叔叔，等我。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你是土豆炒豆角吧？么？哎啊，这切切了。好，不炒都妥了，这青草的搁里头吃都妥了，这边是不是？问你让你进不了火了，抓的都是面，你这一倒倒的，这不是干粮枣儿是吧？咱倒油说吃不好开，好喽，弄溜掉了，忙的不能行，开半天。呀，开几样它都不动，是不是？一个人管俩锅，管管成这，要管成这，这得难用。你不难它不中，它分一个米呀、啊。好玩。五两米啊！五两米，这一泡泡上面。这不是跑了吗？啊，跑了。那你好姐妹儿搁门口喊你的。啊，我也出去，我要马上我出去啊。先落的落木。上吧。当晚一手拿木洗碗，口头上鸡蛋。老孩跟老孩吵的，老孩也不说吃。你还不要干？你还我不给娘们尝的菜干？我家里也有干。等会儿开始烤。你尝我干？我不吃了，你吃吧，你赶紧吃吧。给吧。我不去了，干。不嚼了，啥也嚼上也不嚼了。怎么我好像当食品店抓住了？管我干啥？你，我操人！你还想吃？少一点吧。我不要。嗯，小孩去了，我也不琢磨，小孩吃了再说。又没搁那放着呢。吃嘛，带劲！你也没拿筷子？没啊。直接上面吃。嗯，懂了。怎么样？两人似的呢。我这叫望梅止渴，你懂不懂？我上午命做饭，就这可没啥干活啊。嗯。我不吃这有味儿。你弄我可别，搁这弄的。嗯，你打吧，你打吧你。我这是俺的南瓜吧？我得看这熟悉啊。你娘说你弄你弄那个。啊，你说煎就煎。嗯，这南瓜这没行啊，这还没在家摘的。远不到的。这没听说。真是，我说你。你要是这我不弄啊。本地的口音啊，本地的口音啊，还是外地的口音啊？本地的口音。是这，吃完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他都帮我窟窿，他瞎了吗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没搁这儿吧？搁这儿，我压着谁呀？哈哈哈哈哈！看他也好瞎，以后你这一说，说怎么样？嗯。
老土不好吃，老不好吃，主要是。我吃饭都是慢啊，毛事儿磨老热慢，磨老热，不用急。哎呀，下雨了，今儿不是面条，就是鸡蛋灌饼，就是咸南瓜汤。不吃点面条，偶尔换点口味也可美。你终于犯法了。嗯，去找我的好朋友去。你喊好好吧，给你唱，给你唱，我给你吃点饭。就是咱南瓜汤总喝不懂，总喝吧。这面条像冬天，这陕西的鱼又看见又稀罕的不得了，还啥吧？可好喝了南瓜汤。这真面吃着真带劲。老婆面，谁吃谁面，老婆吃老婆面，老头吃老婆面，谁吃谁面。我就上锅了，是吧？南瓜汤老稀了，光咸。我就上锅面，本着南瓜一滚都咸面。里头长的都海带。来一泡。你往那儿来一泡，我远一点，是吧？你把锅这来一泡，你来一泡人都不好。不懂我说泡馍，你那泡香。我说不懂，我奶奶那，你这你那泡脆馍，还有回音儿。香馍，给吃吗？我来。不吃。加饭。不吃。来，说一句话。你经营好吗？看看不吃非得叫吃。昨天我喝了我的鸡蛋，我喝了。你从病搁外边了。就是。嗯，来了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你看你经常你不吃的妈的饭，你吃我的南瓜汤哩。这是啥腊肠？火腿肠。炒饭。炒饭。大卤面条。锅个吧。个吧。锅巴。真是锅巴。不要了。炒的锅巴。也种种可美。俺白为啥这今儿不出门啊？咋？咦，看手机呢，看妹子不行呢。什么？你的好朋友是谁啊？说实话。你这边好朋友我也不给他找这说法。这样带开了，这样好喝。还是马上。
慢点啊。嗯，背了背。是吧？嗯。慢点冰。南果糖可好喝。为啥下着雨搁外边坐呀？凉快呀。嗯。坐家冷闷的话，我要洗澡。洗澡啊。嗯。真的，那鱼可跑了。临走我给你放一家伙吗？你放吧，你放吧，孩子。那你往吃点米饭，吃吧。面条，成天的，成天的。你在这儿，嗯，不是面条糊涂糊涂面条。再甜点。面条糊涂糊涂面条。还得一碗的吧？嗯。那我走。